大家好，我是腾讯视频 VIP 刘海宽。其实三年前我也站在过这个舞台上，当时是作为新人在这里唱歌，然后今天我又站在这儿了，不一样的紧张，但是一样的激动，更多的是感恩与感谢。感谢腾讯视频，感恩企鹅影视这些年对我的栽培、肯定还有鼓励，一直给予我机会，见证我成长，帮我实现梦想，可以让更多的你们看到我，我也不会辜负我手里拿的这份荣誉，会一直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带给你们。最后，我要感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正因为有你们，我才有底气站在这个舞台上。也正是因为你们，让我知道了，爱与被爱，都是这个世界上特别美好的事情。最后再次感谢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携手，在腾讯视频不负好时光吧。谢谢。